我是万能的全职妈妈，玩不累。我是爱玩乐道的超级小文宝。妈妈，今天有任务吗？当然有啊，我们收到的粉丝任务已经有满满两页啦。那么多啊！对啊，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拼一把神龙弓，是一把弓箭吗？没错，就是一把弓箭。那还不简单，拿上来。可是拿着图片看了半天的元宝，妈妈，我不会拼。什么？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上卡纸，把它画出来。哦，我知道了。Plate is never empty。然后用砖块填满，这样的话，四岁的孩子也可以拼出弓箭啦。这个方法不错哦，拿走不谢。我就是万能的全职妈妈。接着就是一顿锁锁锁，把它锁起来，在关键的地方加上两个小方块，继续锁锁锁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好啦，开始做下一步啦。先排出弓弦的样子，排出对角的状态，然后用同样的方式把它们锁起来，这样的话拼出来的弓弦还可以动哦。好啦，把它们装上去吧，和刚才留出来的小方块连起来。没错，还不够牢固，所以我们再装一层厚砖。装完啦，你看还可以这样拉弓哦。接下来就是最难的地方了，配色配不好的话就整个完蛋了，因为我们都是照着图片做的，有时候真的会有一点偏差，所以有任何意见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说哦，我会及时回复你们，记得加关注哦，粉丝要求我们第一考虑。好啦，神龙弓完成，没找到弓箭的图片，所以我们自己设计了一把，毕竟这样才完整嘛。下期见咯，关注我，分享更多作品给大家。